外出收购黄金，他竟然遭枪击惨死。因为嫌疑人持有枪支，第一个对社会的那个危害性也很大嘛。号称军火库，他如何从医生沦为嫌犯？就说呀，你学医的人第一个就是学德。雨夜枪响，晚间800，今晚播出，敬请关注。疼痛虚寒喝鸿毛药酒，每天早晚喝鸿毛，祝爸妈健康长寿。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：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突出、腰疼、腿疼、坐骨神经痛、椎管狭窄、腰椎骨质增生。呵护腰间盘健康，舒筋健腰很重要。要知道贵以专，专更对症，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、腿疼、腰膝酸痛。舒筋健腰丸配方专注，药材专选，工艺专精，成就了舒筋健腰丸的专药专治，强筋骨、去疼痛。舒筋健腰丸对症广州白云山陈李济，济世出好药，传承400年。好香哎、有秘诀吧？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，营养口味都有了，实在是香。长康纯芝麻油，原味原香，绿色长康。法治民生，这里是江西最权威的法治节目晚间800，我是郭凯。最近黄金可谓是风光无限，不少人趁着高位将手中的黄金变现，实现财富的增值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起案件就与黄金回收有关。画面中的男子名叫胡小刚，福州市南城县人，从事黄金收购生意。2023年1月12号晚上，他接到了一笔黄金收购的大单，高高兴兴地出门去了。然而不久之后，他却被发现倒在了一个小区的门口，已无生命体征。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当时是认为是交通事故，所以交警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。在赶到现场以后呢，交警发现这不是简单的交通事故，可能是一起那个命案。案发地点位于福州市南城县天井原乡一个小区的大门口，倒地的男子满头是血，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。什么动静都没听到，因为那天又下雨又很冷。案发现场旁边停有一辆黑色轿车，死者会不会就是驾驶这辆车来到现场的呢？很快，警方就获悉了死者的身份，他名叫胡小刚，专门从事黄金收购业务。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，跟他父亲说要出去收一笔大单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收购黄金，然后后面也就没有了消息。案发现场是当地一个新开发的楼盘门口，据死者妻子反映，案发当晚10点钟左右，她还与丈夫微信视频，当时胡小刚就在这个小区大门口等待客户。那么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侦查员立即到周边进行那个调查走访，发现在这个案发周边100米左右，这里有个销售房子的地方，然后在这里发现了有个监控视频对准了这个案发现场。那么这个位置十分隐秘的监控探头究竟拍到了些什么呢？这个车就是当时这个受害人开的车，他就停放在阳光城的门口。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画面哈，这是晚上的10点半。好，这个时候10点31分38秒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嫌疑人下车，大家仔细看，走到驾驶室那一侧，将被害人从驾驶室带下来的时候，仔细看一下，他一下车就准备往后跑，结果两个嫌疑人就追上去，这之间有个纠缠的过程，大家仔细看一下，看到了吧？这个时候已经明显一个倒地的动作，已经倒在地上了，然后两个人迅速往他们停车的方向逃跑。这个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犯罪嫌疑人作案的经过，那么他们究竟是谁？又为何与死者发生冲突呢？发现死者身上的黄金仍旧在其身上，
通过我们那个称重48.88克折合成人民币的话，大概也就是20000块钱左右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犯罪嫌疑人似乎不是为财而来，可是在对死者社会关系进一步排查过后，情杀仇杀的可能性也基本被排除了，案情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那么胡小刚为何招来杀身之祸呢？刚刚这个视频，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以后，发现这个副驾驶位这个嫌疑人呢，他在奔跑的过程，追逐这个受害人的过程中，明显看他手上应该是拿了东西，但是就目前这个摄像监控视频来看，目前我们也不能够分析什么东西。犯罪嫌疑人手上拿的究竟是什么？他又是否是造成胡小刚死亡的真正原因？此时此刻，只有尽快找到他们，才能得出确切答案。在那营销部监控门口的监控，清晰地看得到那个嫌疑人，有个年轻的嫌疑人，外套是两边带了白袖子，然后一个年纪大的就是黑色外套样。这两名嫌疑人做完案以后，一直是往相反的方向逃窜。那么往相反的方向，在周边地段都是有监控摄像头可以拍得到的。果然，通过嫌疑人较为明显的衣着特征，办案民警很快就追踪到了他们的车辆信息和轨迹。车牌是我们本地的车牌，然后我们查找了这该车牌的车主，发现是出租行里面的车。当即办案民警就对这家汽车租赁公司展开了调查。经排查，案发车辆当时是被一个名叫童某鹏的人所租用的，此人是黑龙江人，在南城县生活多年。通过这个身份信息，然后我们再进行相应的人像比对，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当时应该就在他车上。经过技术比对，警方很快确定了两个嫌疑人的身份，童某鹏与张某兵。我们当时迅速启动了这个排查机制，在全县各个交通要道进行了设卡拦截所以在第二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，有一组蹲守民警在童鹏的那个开的那个油棒店门口蹲守，发现童鹏进入店里，所以立即将他抓捕。与此同时，死者胡小刚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。令人震惊的是，经过检验，他头上的致命伤竟属于枪伤。因为嫌疑人持有枪支，第一个对社会的那个危害性也很大嘛，我们一定是要尽快将这个嫌疑人抓捕，防止他那个再犯下这个类似的案件嘛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马上调整了抓捕。抓捕方案，迅速，我们抓捕小组也那个带了那个携带了那个枪支到现场去抓捕。案发次日下午4点多钟，第二名犯罪嫌疑人张某兵也落入法网。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矛盾让嫌疑人持枪疯狂作案？涉案的枪支又是从何而来呢？面对办案民警强大的审讯攻势，犯罪嫌疑人童某鹏和张某兵终于交代，枪是来源于南城县一个叫邱某良的人。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此人还是一名乡村医生。当天下午，犯罪嫌疑人邱某良也被警方抓获归案。我们医生嘛，第一堂课没有，他不任何说关于医的东西。第一个就是道德，就是说你学医的人，第一个就是学德。他其实为人都，我都不相信他会去说有这种事情发生，都没想到，没想到，很意外，对。邱某良一开口就鼓吹自己的道德，又在人前扮演一个忠厚的形象，可是在他的家里，办案民警搜查到了大量他用来改装枪支的工具。这个都是一些电源，这个是切割片。切割片，这个无缝钢管就要用这个的切割。对，无缝钢管就要用这种切割片，然后这种可以用来那个切割的，不金属不锈钢专用的。
然后这里面是他平时那个做那个射钉枪上的瞄准镜。据了解，邱某良是一位有着正规医生执照的乡村医生，从业有十余年了，诊所就设在自己的家中。所谓医者仁心，邱某良原本有着一双治病救人的手，可为何要从事违法犯罪之事呢？我这一般用来打猎，如果不出这个事情的话，我那个枪我还是放在我家里，也不会拿出来。因为他们之前打架什么的都是找他拿，什么刀啊枪啊都是找他拿的，所以都叫他军火库。原来邱某良从小就十分喜欢枪械，由于动手能力很强，自己偷偷地用一些工具改装了几把枪，偶尔用来打打猎。主要还是可能比较兴趣爱好吧，因为我的性格应该来说不应该去学医，我的性格是这样的。或许正因为对医生这个职业不太有兴趣，一直以来在从医这一块，邱某良也没有特别花心思去钻研，收入也就只够勉强维持生计。邱某良的诊所与童某鹏开的油泵店都在一个乡镇，邱某良经常会偷偷地到童某鹏的店内用一些工具改装枪支，两人算是酒肉朋友。2023年农历新年前夕，童某鹏因为欠下了不少外债，债主天天打电话或上门向他催债，让童某鹏感觉压力不小。他给我的感觉，他那几天就是外面欠了太多的钱，他一天我可以看到他一天最少接1到200个电话，都是催他还钱的。而张某兵自己也欠了不少网贷，就这样两人便沆瀣一气，谋划了所谓的快速生财之道，抢劫。在一番计划之后，童某鹏还拉上了号称军火库的邱某良。据他自己交代，他儿子现在上大学，家里面儿子上了大学以后也要买房，家里面目前的经济能力暂时无法那个提供他儿子买房，所以他想通过这一票大的也赚几天钱，给他儿子买个房，付个首款。2023年一月初，童某鹏等三人在南城县寻找作案目标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1月9号晚上，他们锁定了一位玛莎拉蒂车主。当时童某就开着车尾随那个玛莎拉蒂车主，一直尾随到红卫那块地方之后，发现这个玛莎拉蒂车主他并不是一个人，而且周围人员挺复杂的，不好下手，于是就放弃了这次作案。然而童某鹏并不死心，他要求张某兵继续寻找作案目标。随后在刷某短视频 APP 期间，张某兵无意间发现同城的胡小刚经常会发布收购黄金的小视频，于是便把他选定为抢劫的对象。他说他是做二手黄金回收的，那个流动资金比较大嘛。就这样，案发当晚7点多钟，童某鹏、张某兵、邱某良三人便在童某鹏的店内商议抢劫时的分工。而当提到由谁来使用枪支时，邱某良便反悔退出了。当时他叫我去，我说我不去，我这个东西拿枪我就不去。他那个时候就说不去了，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把他送回去了。尽管如此，童某鹏仍然没有放弃。在他的指使下，张某兵以有大量黄金想出售为由，将胡小刚约到了他们事先踩好点的小区门口。然而当时胡小刚的车上还有其他人，他们不便下手。一共是两个人，然后我就用童童交代我的，我就说没有跟家里人商量好，我说跟那个死者说，我说暂时卖不了。这个两名嫌疑人不死心，闹到10点钟的时候就继续打电话，再次由这个张某打电话给这个受害人，告诉他说这个他老婆同意了，但是不想卖这么多只是想卖一部分。可这个受害人一听只卖一部分，就认为自己吃得下，他就两个人又再次约在那个地方。这一次胡小刚是一个人来的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会遭遇抢劫，于是当发现情况不对时，胡小刚挣脱控制，拼命逃跑。
而且眼看就要逃跑成功了。这个时候，犯罪嫌疑人童某鹏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枪支，朝胡小刚头部开了一枪。当时我就看到他笔直的躺在地上去了，我当时人都吓傻掉了。就是你们一分钱都没抢到吗？对，一分钱都没有搞到。清冷的雨夜，这一声罪恶的枪响被雨声所掩盖。不过即使如此，这一枪也让犯罪嫌疑人极度恐慌，以至于他们放弃了进一步抢劫的打算，匆匆逃离。四个家庭，我这就在想，四个家庭都因为他一声枪响完了。受害者人家也是个家庭。风寒湿痹，腰疼腿疼，疼喝鸿毛药酒。心里疼痛，颈肩痛，手腕痛，痛喝鸿毛药酒。鸿毛药酒治病又强身，每天早晚喝鸿毛，祝爸妈健康长寿。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：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突出、腰疼腿疼、坐骨神经痛、椎管狭窄、腰椎骨质增生，呵护腰间盘健康，舒筋健腰很重要。要知道贵专，专更对症。舒筋健腰丸专药，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、腰膝酸痛。舒筋健腰丸配方专注，药材专选，工艺专精，成就了舒筋健腰丸的专药专治。强筋骨，驱疼痛，舒筋健腰丸对症。广州白云山陈李济，济世出好药，传承400年。在作案之后，犯罪嫌疑人将枪支丢弃到了当地的胥江河内，试图销毁证据。不过警方最终还是将其打捞了上来。仅用15个小时，抚州南城警方就破获了这起重大的刑事案件，切实维护了辖区治安的稳定。去年8月29日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童某鹏死刑，张某兵无期徒刑，邱某良5年半有期徒刑。目前案件正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审理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三人最终都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法律的代价。在手机上收看晚间800更多精彩节目内容，您可以用微信搜索江西二套晚间800视频号，还可以扫码下载或者在应用市场搜索京视频客户端下载。无论是电视大屏还是手机小屏，晚间800就在您的身边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都市现场抖音号，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向我们投稿，一经采用可获得30到3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。关注方式：抖音搜索都市现场，或者打开抖音 APP 扫描屏幕二维码。在顺境中等待你，用爱指明方向。媳妇儿，我爱你。老姨，我爱你。在逆境中等待你，用爱点亮希望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爱是真的有最纯真最初的那个模样。都市情缘终于等到你，温暖呈现。